给集火，他这个要入手了，这波打了一枪头，一点将神 loot 给直接放倒，漂亮，还把人给补掉了。这一次找到机会出手 ，Helen 也从背后绕了过来，但自己的位置也被发现了，打残。幸好这个信息已是被 New Happy 给把握住。哇，这一波的话也是成功的击倒了第二名选手啊，打到吧第二名选手暴龙哥 ，Helen 刚才那个出枪稍微有点急了。那这样的话，打娜娜的信息全都爆出来了。他的战术只……打娜娜是留了个喷子，这个喷子有一点点难受啊。刚说完，队友喷子手喽，很蛋疼啊。嗯，但这边的话，男的用喷子将手给放倒，但这个虎也是将男的放倒。另外一侧，是石器和天路，这是一个四人防守的假车库啊。是的。直接拉出来外围再打了一个，现在十七只剩最后一个了，天路是倒了一人，这个恩科雷打个包，位置已经被锁定了，拉过来一个提前枪直接打掉，天路完成了完美的防守。打到来说相对还是比较快的，再晚一点说不定他就不想着那个我扎厕所去狗分了，他肯定想着打正面的。就枪杆上来的这种过点位置真的很危险。嗯，小崔上去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，这波点了好几个啊，正好是一个开车的一个过程。现阶段中心点，哎，不好说。KDF 这种思路跟打法，就是每一局的下线分数拿的都会比较稳一点。这个这是 V 七的选手在这边买点的吗？是被 4M 给发现了。是的。一个人挂单，这边的话要接近点的马入，不过旁边还有 GX 在侧翼的一个出枪，形成了一个三方混战，但是自己是被夹在中间的。马入这一侧的出手，小鹿倒了，补上了这边手雷禁烟，但是这边会吃到投坠物的伤害，炸掉了一些血，飞机残骸那边的压力。哦，龙族拳主动拉出来找机会，封了屁股后面的烟，拉出来直接把压叉打掉，这个信息给到牛海比，牛海比要继续往前推了。龙龙拳尤利克雷拿下一分，再拉出来想要继续寻找对手，脚底下埋了一个。对啊，另外一边单打厕所、打下来了，哦，又秒一个、Deluxe 也被秒掉，马肉只剩最后一人，而这一人还在 New Happy 的攻击范围内，画面一转，另外一只很惨的队伍出现了 GEXGX 在吐露，也在跟 V7 打架，这样就是 New Happy 的进攻机会啊。但这波 New Happy 也是折了两个啊，维森这个圈就很难进了。这场比赛但是也拿到了淘汰分啊，也拿到了这个基础分数了。嗯， TBL 一看全新刷新了以后挺拉得很开，这边要进攻角度比较少一点，要靠道具破点的。侧面零数是拉出来拿了一分啊，把尾神这一分给收下了。同时 FTY 依靠完美的阵型把 GBL 淘汰掉。FTY 他在圈边做推进的时候，他一直是在压节奏的，所以说没有让 GBL 找到劝架的机会。但是呢 ，GBL 他其实想要去进攻 FTY， 被 FTY 很好进行防守住了。这波 FTY 在圈边打得很好。同样天霸也拉了出来，把 New Happy 这两分收下了。感觉两队进攻的这个路线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天霸可能要去看一下反坡底下 KDF 的一个踩位，对，看能不能把 KDF 给搞掉。哎，差一枪修脚会被 DX 打屁股。哎，但是林树的一波出枪给 Carry 倒了，那直接上车要去进攻厕所了，去了。哎，底掉。哎呀，这倒在里面火是蔓延的呀，小崔要爬出来，完了，没了，被烧掉了。这个人临死之前扔一个火烧自己，然后他扔了两个火拿下了，到了厕所外面，然后第二个火好像是，这小崔第一波进去没把人给挡掉，这难过来找机会了，这发手雷。精准命中了七七啊！由于刚刚才接完加天霸这边的位置，其实不是特别的好啊，再补一颗被补掉了。
对呀。哎 ，P1 来了。好，拉到高点位置，然后阵型散开，从土路开始推进。完了，但是这一边的话，天马有腾出手来，可以对于 F2 的踩点位置很好的处理。是。然后 Pyro 正面打奸计，奸计的队员都没还手，全在地上趴着。Innonix 一波出枪秒了一个小组。看一下还有几个人，还有两个有兄弟。洞里也不太好打下去，拉了一波车啊，拉车的这个位置挺限制 Pyro 的。同时 Pyro 头上还有 USG 的枪线，而且 USG 已经来了，蠢蠢欲动，在山头卡了很长的时间。这一波拉车看能不能拉到位置，没有啊，这一次好像是被枪线顶了回来。这还剩两个人啊，马云龙跟 AG。啊 ，USG 本来想过来劝的，但是好像吃到这个把右上角全部清空了。巨斧可能要开启拿分模式了。这一次的话，已经从这边绕了过来。USG 正在往底下出手，背上来人了，想要先出手放倒了一个。不行，我忍不 了。锁定在了售后的位置，这一步要拿分啊。早就忍不住了，巨斧几个小年轻终于冲起来了。好，二白再来颗雷。是的。近点一起。漂亮，这一波还能再打车身，又打了一个，剩最后一人了。五弟被放倒，但这一波队友已经顶上了位置。三冲一，差一点点，位置锁定了。出手，最后是成功的把这个左侧给拿下了，而且队友是可以扶的。我只能说 USG 根本。哇 ，Spare， 今天有人补枪的。好二歪的身体探出了敌人近点埋着的位置。出两小羊倒了，那这个倒人的信息被奸计抓取到，直接上来了。还能抽到巨斧的屁股。撤了。奸计打拉扯了，这波直接回撤，往后拉一下，天路已经拉上来，被刺了一波巨斧，巨斧直接是被夹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场上还剩下三个队伍啊，天霸两个人还在等，等一个机会。厕所，我们退回去，退回去。我们拉绿线那个半风。反正我们三个抱团就行了，兄弟。打一个，原地去搬，看一下。看一下左边，没跑，还在石头。我看左边。跑了。我帮你看。我帮你看。两枪，进厕所了。死了。牛逼。就为了看见了。这个枪线得打掉，马克扎尔。漂亮。倒了。漂亮。这个人一旦打掉，现在天路的优势立马有压制性的胜利了。现在奸计直接使用出了趴。不给分了，哎，我打我队友，哎，打队友，老牌，哎，这可有点啊，这个好赛还是恭喜这个天路成功吃鸡，好吗？啊，这个淘汰数量了，太经典了，可以更多，可以更多，好，恭喜天路。哎